来，你还要各得一分，好吧？哈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跟你们听宪哥讲话，现在跟你讲件事，你们案情不单纯，挡下。不要！我们九点想要把那个木头的事情想哦，对，我们的主题。全球在此，干杯不在此。嗯，看起来那么大折子。他们在说那个木头。死了！哎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你在？哎，什么？谁呀？好大嘞！好大！哪来的？换衣服，真是。哪来的？什么意思？我换了衣服，出事了。端着拿着您的饭碗，来，两位对调。我让他对调。嗯哼，粉。两位对调，没拿过来吗？要不要去？要不要去？来，满班拿过来，各位。哇！刚刚由于你去挖了那个白饭，跟饭有关吗？一碗白饭，难道会误了整队的黄队吗？不会，因为这一碗叫做念出来。生活观察家，红魔鬼出席对，吃饭吗？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让你们手上每一个人都有个板板，回答我的问题。就是刚刚到现在所发生的点点滴滴，都有可能是题目。来，好了，各位，请问走来餐厅的楼梯地板是什么材质？走来餐厅啊？哪里呀？哪里有楼梯呀？上来餐厅这里，你说这边这边哦，楼梯的地板。不要再问了。您可以慢慢写，因为还要爬两口饭。好了吗？好，请亮开。不锈钢。不锈钢。细砂石子木头。哎呀，铁的，这是铁的。磨石子地板。嗯。木板。木头。石英砖。石英砖。算了吧，厉害吧？正确答案，磨石子地板。哎呀，上楼上楼，该不要自己煮吧？我真的是会哭出的，我真的很饿。来哦，上来哦。好，哎，哎，这摩擦力很好。哇，地上桌子也是，这个是对的，你看。有人说超有摩擦力，那个人就是宪哥。哇，我的天，讲话。来，你还要各得一分，好吧？哈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跟你们来听宪哥讲话。我有在想，平常都不听我讲话，下午有，又下午有，我难道我都是讲废话吗？好，注意哦。请问老板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？连老板你也没在看。三二一，好亮的。蓝白 polo， 蓝白 polo， 白 polo， 蓝色。蓝色，白 polo， 白 polo， 蓝色。怎么印象中有混白？陈福才，蓝色。白色，恭喜正确答案，白 polo， 白 polo， 白 polo。国术武算战神秘书的老板，好，那个叫做台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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